下。没有。哎，今天没发过稿，下次有机会给你好好做一个。我大哥专门给你做。那个什么，行，先吃饭，走吧。大哥。嗯。我妈也回来了。什么？刚电视上说的，说支援西山的消防队员圆满完成任务要回来了，我妈也跟着一块回来。终于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好，没事。坏了，我准备给他弄个甜点慰劳他一下。什么甜点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马上是多久啊？妈妈，怎么，我看看，想死你了。来，妈妈抱抱。妈妈，你怎么这么黑呀？什么这么黑呀？我还嫌你长胖了呢。你看看，你胖不胖？你胖不胖？这是啥？这是老乡家买的，回头给你包了吃。嗯，看看儿子你怎么黑了？没有黑了。有人敲门，快开门。谁呀？刘大哥。回来了。啊。那个还没吃饭吧？我做了一堆菜，到我那吃点。哎，对，妈妈，大哥刚做了一堆菜，看着都香。一堆啊？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好。哎，妈妈，我帮你来。拿到房间去。OK。大哥，我们来了。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。好了，妈妈，你看，哎，全都是你喜欢。简单做了点啊、嗯。来，坐。大哥。嗯，甜品呢？什么甜品啊？你不是说给我妈专门做了一道欢迎甜品吗？怎么没端出来？哦，那个甜品是吧？烤糊了，不好意思，下次给你做啊。快吃饭。没有吧？你过来，你快快快，你我给我妈找出来看看。不是，哎，别管这个，别管这个。闹，老板，你看。没有。今天没发过稿，下次有机会给你好好做一个。我大哥专门给你做。那个什么，行，先吃饭，走吧，来吃热吃。